然后再来是最有粉丝说非常适合家庭的频道。Are you sure？ 哦，他在跟客户扛扣的时候，他脑中都有一个词，就是电爱。我下单那一刻就觉得哇，好有成就感。I'm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lent 。可是如果有奶妹这样跟你，你会生气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知道哦，我以为是 media check。就是我们在饭局里面好好给你解释，你应该可以沟通吧？再不会我就惩罚你，然后就说，再还不会。很开心的时候都是我去跟 Kelly 抱怨一件我很讨厌的事情，然后最后变得很好笑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像有一次，这也要大家要看 YouTube 才知道。而且有一次 Cici 就在跟我抱怨说，有一个人就讲话都讲不清楚。他说：“哎，我问他问题，然后他在那边一直敲键盘，这边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可是我不知道。”我就说：“哎 ，Cici 你变朗朗哎。”里面最难过。好，我们一起驼背。这个还是可以聊个两天，聊超久。这个情绪就是哎，工作或是在运动，甚至运动都有看到有人讲类似的说法。我举个例子好讲。这两个人在登记的话，啊什么？我很喜欢聊到啊，我很喜欢聊到。你刚刚在讲什么？凯莉在滑手机，然后自己在看墙。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来听我们中午聊的话，会 更好笑，更可怕，更放肆。我们是不是要办一个感谢祭，就是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们聊这些有的没、哦、听我们就听我们聊色。感谢你说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他们在外面戴耳机，然后听我们四个闲聊这样。他们看得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们。